喂，你好似未瞓醒咁樣嘅。梗係未瞓醒啦，上堂咁悶。喂，既然未瞓醒，不如我哋走出嚟食逼，出去學嘢咁點？你諗住逃課啊？梗唔係啦。將個課室搬去韓國。我哋中四级同学喺十月份就去咗韩国交流，我哋嗰日五点就翻到学校准备啦。今次韩国交流团系李成碧中学第一次自己举办嘅全级交流团，将课室搬到外地。而呢几日旅程入面，我哋就体验到唔同嘅韩国文化。第一日，我哋一落机之后就即刻去到首尔嘅著名景点景福宫。由于今次我哋系跟学校去交流，所以每一组都会有一个学生大使带住我哋去游览景福宫。大部分嘅学生大使都只得15、16岁嘅咋。你唔好睇佢哋年纪轻轻啊，其实佢哋都好专业噶。每个宫殿都能够仔细介绍，如果你有咩问题咧，佢哋都解答到噶。咁究竟景福宫有咩睇呢？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喺景福宫学咗啲咩、睇咗啲咩，就记得留意我哋嘅《成碧人自由行》韩国文化篇啦。去过当地的学校又怎算去过交流呢？我们 AB 和 CD 班兵分两路，分别去不同的中学和大学，也都跟他们学校的学生聊天，了解了很多当地的教育文化，还有幸地可以看到韩国的传统民谣和音乐的表演。原来当地是有条法例讲明十点后所有补习都要暂停，在香港十点还哪会有人补习的？那你可想而知韩国的学生补习是用了他们多少时间？我们今次就将韩国的教育带回来学校给大家知道。膳食方面呢，我们那天分别尝试了韩国的传统拌饭和人参鸡。不知道大家去韩国吃这两道菜的时候，又知不知道他们的来源和背后的故事呢？而我们 SPTV 今次就会逐一跟大家介绍我们在韩国吃过的传统食物。喜欢吃韩国东西的同学就记得要留意我们的《成碧人自由行韩国饮食篇》啦。大家都知道韓國的 K-pop 很出名，但其實我看過他們的跆拳道都一樣很厲害，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去到韓國體驗到他們的跆拳道，以及去了韓國著名的 KBS 電視台參觀。而在跆拳道方面，我们就非常有幸可以请到韩国国技院的教练亲自指导我们，而且还有得看一些表演。他们精彩的表演深深令我感受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。
旅程的最后一日，我们就分组进行汇报。在这一次汇报入面，我们还分享了我们这几日旅程的所见所闻，老师都有给意见我们的。那大家就要记得留意《城逼人自由行》韩国篇了。